对，我的妈呀，我还跟可以哇，你长大了，你都没来及害怕了是吧？没来，我其实很害怕，没来及害怕。来一个，这个我第一次还来地洞里边，咱们玩了这么多季，第一个有地洞了，好神奇哦！来入坑了，入坑，上够不够？你可以入坑，入坑不亏，入坑了，上，没事，你先走，你走完之后我们把盖盖上。我就是怕这个，然后你走，我们一关门就完事了。钟伟，你先下去，他先下去，没事儿。可以接我。好，对他接我们。来吧，小贾，你再第一个吧。那我来第一个。好，来，鹏鹏往里走。我这确实是有点不太行哦。贾斯汀，哎，是你吗？哇，这是真黑哦，哇，这跟闭眼是一个意思。前面要转弯哦，我这是真往哪转？往右转。这是，哇，好黑啊！走得了吗？走得了。我后面好像有个东西跟着我。何勇，你在抓我手是吧？我吓我一跳。还没有，坚持住啊！用鼻子呼吸。怎么了，张司令？张司令，你在哪？在这儿。哦。我。看见喽，没事，我的妈呀，他不会再吓你了，我下去就可以了，提前给他跪好都已经。好，到洞口了。哦，哇，到了，到了吗？到了，有光，走。别吓我了，美女。扶一把，走，好，可以了。那红盖头在哪儿捡的？在出来的时候捡。小红可能从地道已经跑了吧。此次婚嫁非我所愿，陶族长将我置于死地，我永远都不会放过他。那些人为了保平安，竟然还要用火烧新娘这么残忍的方式。所以那里是烧小红的地方，祭奠了是吗？就等于祭死了。小红可能从地道已经跑了吧？掉到地道里面，浩哥。这小红没有死。